有奶不一定是娘，有钱一定是爷。爷，你给点。拿去。谢谢爷。他妈不是瞎子呀！啊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替朋友在这里看一下的。他是个瞎子，他上厕所去了。其实，我是个哑巴。哦，不是，你一个哑巴，你装瞎子干什么呀？啊，也不想了，都是苦命人呐。给。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要离婚！我实在受不了，我老婆每天晚上12点以后都往夜总会里头跑啊！哎呀，是挺难接受的。哎，他去干嘛？他去叫我回家。美女你好。美女，别吵。你好，我是这家游泳馆的救生员。我看你在这笑了半个多小时了，我们游泳馆有问题吗？我老公，可厉害了，昨天才学游泳，今天一下潜水，你看，半小时没起来，厉害吧？半小时。我靠！据我了解的情况来看，好几个夜晚，当你从办公室回到家的时候，你的老婆并没有单独一个人在等你，并且衣柜里藏的人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所以这就是你要和他离婚的原因，因为这让你感到非常的悲伤和愤怒，对不对？对，太对了。你想把一个人藏到衣柜里头，以后我的衣服往哪挂，我的衣服往哪放，完全没地方了吗？气死我了。老板，麻烦您帮我鉴定一个东西。什么？这是大清乾隆年间的一个瓷碗，您帮我看一下。这是我跟我媳妇儿下乡的时候，从一个农民手里头淘过来的。他当时从土里头刚拿出来，我一看就知道是宝贝，磨了半天嘴皮子，加了8000块钱，我把它弄到手了。你看看，这东西我在电视上看过，起码值10几万呢。老夫帮你看一下。哎呀，看看看看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你看碗底，碗底，你看，这个隐隐约约的，是不是还能看见一个鱼字儿？啊，有个鱼字儿。哎呀，这要是大清的乾隆皇上赐给哪个姓鱼的大臣，或者说是哪个姓鱼的名人，那价格肯定也得往上翻呐，对不对？哎，好像是在右底下隐约有一个鱼字。有鱼字吗？啊，有吧，有吧，有吧。哎。不对，不是一个，是一行字儿啊！让我看一下，适用于微波炉。这，大夫，你给我检查一下吧。你怎么了？头疼，心慌，全身无力。哎呀，哪儿啊哪儿啊哪儿哪儿，我都不太舒服。哦，那我给你开个单子，你去照个片啊。照个片啊？让我看看就知道了。照片啊？
这什么？你不是让我照片吗？你看，我带着呢。看，这是我这几年的照片，从小到大的都有。你看，你挑一张漂亮的、好看的，和我现在对比一下，我到底哪里出问题了？你精神出问题了。啊，妈，儿子，哎呀，哦，这是什么呀 ？QQ。哦，我看你每天玩的挺好玩的，哎，你教教妈妈嘛。行啊，妈，来，嗯，哎，好。那个五颜六色的那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在的好友。哎，你看，还有一跳一跳的那个。这个是有人在和我说话。那这个灰头灰脸的是不是不在了？哟，妈，您学得挺快，您怎么知道啊？那黑白照片都挂出来了，这不证明人不在人世了吗？啊，您吃菜。第一次相亲挺紧张的，我也是。你多大了？21岁零几个月。啊，那是零几个月呢？也就零138个月。我跟你说，我老婆生了啊！啊，真的？哎呦，恭喜！我这个孩子啊，肯定能成大事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因为这个大人物出生的时候都会出现异象，你看，像岳飞出生的时候，他们家的屋顶上就有一只大鸟在盘旋。啊，哎，那您老婆生的时候有什么异象出现？我老婆生那天，她居然没有去超市购物。不许动！大姐，把钱拿给我，把钱拿给我。好，别做梦啊！你拿走，拿走。老婆，啊，统计一下损失，准备报案。今天没什么生意，到刚才为止，盒子里只有15.5块。本次打劫，我们盈利4.5块。我赚钱了，赚钱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。我左手买个诺基亚，右手买个摩托罗拉，我移动联通小灵通一定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想在生活当中，你和我一样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，比如电脑后面这一堆凌乱的线，显得很不整洁。今天我就有一个很好的方法要教给你。首先你得要准备两个小夹子，然后把它夹在自己的眼睛上。啊，这下到处都整洁了。喂，您好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您好，我们家电视机坏了，不知道去哪儿修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好，请问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？在家里。不是，我是问你在的位置现在是哪？哦，在沙发上。可以具体一点吗？在我们家客厅的沙发上。我是问你住的门牌号。哦，等我看看 ，B5324。喂。下一位。你好，姓名？iPhone 读。我问你姓名。iPhone 读。我还土豪金呢，我还 iPhone 5S 呢。我问你姓名。iPhone 五。从医学的角度来讲，
这叫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。别杀我女朋友还那么年轻，那么漂亮，那么温柔，贤良淑德，可是我就要死了，我真是舍不得他。不要那么伤感，没关系，我会帮你的啊。医生，我这个病还有办法能治吗？这个病嘛，估计是没得治了，但我可以帮你照顾你的女朋友嘛。